上面的拉，下面再往这三米潜水往上浮。好的，这名老人已经成功的获救了，成功的获救了。我看他这个老人的鞋子已经看不到了，打着赤脚，但是呢。 这是我们在这儿从十点到现在非常万幸、非常欣慰的一个现场。人员正在展开救援，他们救援的有两条。第一个，我们看那位潜水员，不知道能不能推到这个舱室里面进行探摸。现在呢，就是